那我今天准备了这个宜兰的一个很有名的猪排，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猪排。那它是用这个日本的台克夏种猪种，算血统非常好的猪。那它的特色是它在宜兰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，然后这个谷物饲养，所以它的这个油花非常均匀。哦，那它是吃这个饲料谷物嘛？谷物饲养，那谷物饲养的这个猪嘞，它的味道就很干净，然后猪很甜美，肉质的纤维也非常细，所以我们今天会用这个我们自己这个格马兰猪排啊，我们去做了一个酸甜椒烤猪排这道菜。OK，那首先呢，我们甜椒，没有红甜椒、黄甜椒，然后准备一点这个红洋葱丝。那一样，这边我们铁锅准备好了。OK，首先那就是我们一样，热油热锅炒菜的基本，热油热锅。OK，洋葱，小一点，青椒，这漂亮。多一点，然后会用海盐做一个基本调味，黑胡椒，因为我们今天做酸甜椒，所以我们来一点糖，对，配这个猪排，就是酸酸甜甜的感觉。那这几年台湾的猪肉，饲养方式改变了，所以肉质跟早年很不一样，所以台湾猪其实完全，我在我的认知是完全不会输什么西班牙猪，也不会输这日本猪，甚至比跟欧美的猪的味道更温和。所以这个使用这个台湾现在这个猪可以用这个西餐的，它是带骨猪排非常漂亮。降低一点，然后再炒这个蔬菜的，因为我们今天要炒软它哈，所以就炒，把它这个炒到这个蔬菜有点软的时候，我们就加一点这个红酒醋，煨它一下，然后醋我们要把它煮开呀。把它那个比较刺激的味道煮掉，然后有点是接下来用醋去炖它，让它入味，甜甜酸酸。然后在这同时的话，我们可以切猪排，猪排一样，我们用海盐、黑胡椒、姜片。那在家里要用这种带骨的这个猪肋排，就是餐厅用的，所以在家里办 party 的时候用这个效果很好。可以放蒜头进去一起煮，可以加点油，这下的这个油花非常丰富，要看它旁边的白色的猪油。油也不用过多，可以一样是锅子烫，一样是像煎肉的温度要高，主要是要让它的那个表面要上色，焦糖色，要声音，要听到这个声音。下去了就等它上色，我再去翻动它。那同时，我们烤箱也准备好，因为猪肉我们大部分是吃全熟，跟牛肉不太一样。我们烤箱的温度，我们设定在200度C，高温哦，高温炙烧。我们表面上色的时候，送到高温烤箱去，
然后里面把它做到我们要的熟度。那猪排的话，我们把它设定做九分熟，微微的饼。旁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晃开，一方面帮助它这个油它这个油啊渗透，然后温度比较容易进去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诀窍，就是它的骨头边这边我们可以骨边肉比较难烤到它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刀子啊，把这个骨边肉这样稍微切开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准备一个菜盘。那菜盘呢，我们得淋点橄榄油。好，我们先准备这个鼠尾草。鼠尾草跟这个猪排蛮搭的。我们花园装，放一些 herbs， 然后一些百里香，来个来回。煎猪排的时候，烤猪排的时候可以，好漂亮。我们猪排就是前一天啦，我建议就是大家前一天如果要烤的话啊，我们提前一天把它放到冷藏，让它冷藏退冰。那如果说来不及的话呢，那就是放到这个隔着这个真空袋或者是这个保鲜袋，放到那个拿一个容器啊装水，然后呢在那个冷水下面 ，OK， 回温。煎上两面上色的猪排，还有跟那个香草一起进到烤箱里去。那中午我们检查看看，好，这时候比较需要点时间。希望它嫩嫩的。颜色要再上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晒一下。
我把油的部分稍微再煸一下。酸甜焦烤猪排。